备下灯火哈，我藏了起来。哎呦我去！他这是干嘛呢？呀，小伙儿，我跟你说哈，把菜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搁在路口讲一大袋子钱，也不知道哪个大傻子就把那钱放那儿了，知道不？跟你说啊，媳妇儿，就以后哈，这金项链、金戒指，完了就哎对，然后完了啊，爬上城里买个小房子，搁那那么一坐，哎呀，就那什么了。今儿下午咱先去提辆车，是吧？就那隔壁二狗子，就买辆小三轮，天天搁我那儿嘚瑟。咱买个四轮的，就咱们也到咱旁边先嘚瑟嘚瑟。以后咱这小日子过的是吧？哎呀，化妆品！哎呀，小青，姥姥，你怎么来了呢？小青，姥姥，你怎么来了？咋了这是？小青啊，你姥爷昨天晚上给姥托梦啊，说他那边缺点钱了。我今天这不拿点那啥给他去烧吗？这不路过你家茅房，我寻思进去解个小手，就把那些金元宝啊、纸钱啊，就放到门口啊。等我解完小手出来，不知道哪个鳖孙给拿走了。哎呀，你老爷这家可得着急上火呀！都没花呢，咋办呢？啊，老，意思是你丢了一袋子钱，里面是金元宝跟纸钱。哎，外孙女婿，听你这口气，你见着了？见没见的这东西，见没见的？哎呀，现在这个情况，老也是没招，只能回去蒙头睡大觉啊。将现在这个情况如实上报。哎呦我去！不过呢，你老爷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啊，将来呢，只能让你老爷亲自去找。哈，那现在呢，老舅回去睡觉，你们俩口子呢，该干啥干啥啊？是，那我跟你回去找去啊！走走走，让我老爷过来找他去。哎哎哎，老儿，别着急，再找找呗。不是你，哎呀，老我干嘛呢？真是的，我让我老爷找他去，你给我狗犊子的！不是，老啊，哎呀，老啊，不是那钱吗？我跟你说吧。哎呀妈呀，这车就是好，终于问二品接手了。我去的地方比较远，你给我放首歌吧。没有歌。不是，你这破导航怎么没有歌呢？那啥，那你给我导航吧，导航我要去二平村。对不起，去不了。为什么去不了呢？对不起，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不起，去不了。不是，你是导航不是复读机呀，一直在那复读复读复读个啥呢？真是的，真不想跟你不是人的东西讲话呢。说谁不是人呢？你就不是人。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你才不是人。哎呦我去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哎，来，我考你个问题，我看你能不能答对啊。听好了，小明洗衣服为什么洗了三天三夜还没有洗完呢？因为他洗的是别人的衣服。你这智商还可以。那我来问你一个。你问吧，我这智商杠杠的。我说前面，你说后面。没问题。有一个游戏叫王者荣耀呗。和平精英。有一个动画片叫做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小头爸爸小头爸爸、oh, no. 爸爸在此。不是，你这破导航，你竟然敢占我便宜，看我不打死你。你敢打你爸爸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二平把这个破导航给拆了。哎呀，你敢拆我，我就启动自毁程序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破导航等着。啥也不是，等着你给我。二平，你拿破导航气死我了，他竟然占我便宜。咋了？什么？我说儿子，他说小头什么？我说爸爸，爸爸，他竟然说爸爸在此。小头啥？爸爸啥？爸爸爸爸。小头啥？爸爸。哎，爸爸在此。哎呀，爸爸在此。八月十五已过去，今天群里特别奇怪。一直在等待，群主为什么没安排？实在没办法，给群主打个电话问一下。群主你出来，为啥今年没有月饼发？这群是你开，实在太失败，过年过节还要去发来。今年不给安排，别把我来管，不给发月饼我就拜拜。哟，你说这话是威胁我呢吧？你说拜拜就拜拜，反正这个群里啊就剩你一个人了，多你一个不多，
少你一个不少。拜拜。你威胁我？这苹果不错啊。卖菜了，西红柿了。西红柿、辣椒、生菜、西红柿了。辣椒、西红柿。西红柿、生菜了。西红柿、辣椒。生菜、西红柿。西红柿、辣椒。西红柿怎么？1.5块，嗯，1.5块一个。你买过1.5块一个的西红柿？哎，帅哥，帅哥，我这西红柿也是1块5，来点，看你长这么紧。来，快点吧，快点，嗯，好。有对象了没有啊，帅哥？有，有了呀。哎，帅哥呀，你看5.5块高高的，就给5块啊，行。来这，来，慢走啊，嗯。红柿辣椒，生菜西红柿了。辣椒西红柿，西红柿生菜了。西红柿辣椒，西红柿生菜，西红柿辣椒。多少钱呢？这西红柿1.5块一个呀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哎呦我去！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怎么说话呢？哎，美女美女，来点西红柿，啊，我这西红柿也是1.5。哎，嗯，你长得真像刘青霞呀，那大大的眼睛。小小的嘴，你的身材呀，太好了！行，大叔，那我都要了，哎，都给我装起来了。Oh no！ 来，我帮你。哎，哇，我10块钱高高的，真好。行，那大叔正好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啊，走了啊，大叔。嗯。大哥呀，你说哈，咱俩这西红柿也都差不多，价钱也一样，嗯，那为啥都买你的不买我的呢？嗯啊，本来吧，这是商业机密，我不便向你透露。不过大叔，我看你一天也没卖出1个西红柿，这样吧，我就教教你啊。现在人这买东西啊，他不只是买东西。你看你板着个脸，嗯，你傻呀？谁能高兴，嗯，对吧？哦，要是嘴甜点，再来个笑脸。要不我试试？领会了，大哥，谢谢你啊！西红柿来，生菜，哎，帅哥，帅哥，西红柿，西红柿来，西红柿，卖西红柿了，新鲜的大西红柿，卖菜来，蔬菜，新鲜的蔬菜啊，西红柿，自己家种的新鲜的西红柿，蔬菜，新鲜的蔬菜啊，别人家种的蔬菜。你为什么要学我卖菜呢？你到那边卖去，别在这儿。真是的。哎呦，这路是你家开的呀？我想在哪儿卖，我就在哪儿卖，管得着吗你？卖西红柿啦！卖蔬菜嘞！西红柿，蔬菜，是是是是是，菜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病是吧？我看你就是引狼做客，活得不耐烦了你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整两句歇后语呢，这是。哎呦，你不会是吧？你要是会的话，你也来呀。嗯，我看你呀，就是那撅屁股看天，有眼无珠。啊，你就是500块钱分两会儿，250的货。我看你呀，就是铁匠铺的料，挨打的货。你就是那21天孵不出鸡的坏蛋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那石头放鸡窝里，混蛋。你卖谁红蛋呢？我看你就是那屎壳郎搬家狗蛋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屎壳郎打哈欠，一张臭嘴。我的大妹子，哎，大哥，你这西红柿看着不错，怎么买？你看我来人了，大哥，1.5一斤。1.5一斤呀，啊，还，挺贵。这儿吧，便宜点，5块钱3斤，卖不买？不卖，那我不就亏大了吗？不卖不卖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5块钱3斤也不卖。不卖不卖，算了，不买了。大哥，小子，你这菜新鲜吗？那绝对新鲜。这保熟吗？保熟。那看着你这蔫了吧唧的，我跟你说，大哥，他那个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他那个菜是昨天摘的。你的菜还是昨天摘？那西红柿都烂透了，你都。你看那蔫了吧唧的，那辣椒，哎呀，你看看，看，你们俩扯吧，我不要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看卖不成了吧？本来你那菜不好，那还怨我来呢？什么玩意儿呢？真是的。